大家好，我是川哥。刚才到银行卡里面去存了2000块钱，顺便呢取了2个快递，等一下开箱给大家看看。今年春节，小儿子走亲戚收了1000多块钱的压岁钱，刚才我去存了1000块钱在卡里面，给他留了几百块钱的零花钱。存在卡里面呢，就说今后学校交什么费用、买什么书籍、文具都需得做，或者今后还可以讨老婆。大家说是不是？他儿子还没讨老婆呀，小儿子还早得很嘞。现在早把一样一样给他存一点到那里吧，长大的就好用噻，是不是？是。本来就是哇。大家今年过年收了多少红包钱？可以告诉川哥，看吧，还没吃早饭。刚才拿了2个快递，是早餐，我去吃一点。这是好美豆黑金五加三面片，专门给老婆吃的早餐。你读都读错了，这是麦片，不是面片。读错了。一看这上面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食材，有黑米、黑麦、黑芝麻、红小豆、红枣等一些好吃的。老婆前女在工地上干活很辛苦，头发的发质不好，脸色气色也很差。吃了黑色食物啊，让发质变得更好；吃了红色食物啊，让你的气色变得更好。这个看看，把这个材料很丰富，要用70度以上的热水泡。开水泡3分钟就可以了，我来吃另外一个。这一箱是给我的，哦，里面还有4包哦。这包是酸奶红油，这是芝士可可。老婆，一看这上面还有个米老鼠嘞。是，还糖了呀哟，你太幼稚了吧。老婆，他说我太幼稚了，大家说川哥幼不幼稚？刚才那款用热水泡着吃，这一款呢可以干吃，也可以用酸奶、油奶泡着吃。现在我把撕开看看，分食先吃。来，老婆尝看看味道怎么样？还是好吃哈。好吃。酸酸甜甜的。来，再吃一个草莓干。好多脆的，那里面还有些啥材料啊？有酸奶块、草莓干、葡萄干等一些食材哟。我倒在碗里面，多做点嘛。那里面水果好多，多好吃的。来，我再给喂一个。哎呀，我个人晓得，抓肚子的。可以吃了，你吃那个，我吃那个。我那个加酸奶泡进去，味道更浓更香哦，酸酸甜甜的。我这个说。吃点儿。好了。早餐可以。
好，每天早午我们就吃这个。点点那边吃的哟。嗯，要吃干净噻。弄舌头把它撇了。撇的。哎，那个是在撇。好油。多香啊！这个是。这是第二次开箱，好没多水果梅片，这个好吃。上次那个被儿子拿到学校去，被同学那些抢光了。这次更惊喜，还是迪士尼米老鼠图案。老婆，你像不像米老鼠？你才像米老鼠，像个小孩子一样。大家去过那个迪士尼没有？我还没去过耶，有机会的话我还想去看一下，带两个儿子一起去。今天视频就录在这里，谢谢大家点个赞，点赞破万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再见，拜拜，下期见。